那这样一个宽木，你要看这样这一棵将近三米，好高四五十公尺，这样一个保护我们台湾这个土地的这样的距离呢，哈，现在目前你被砍伐瓦解以后，那当然问题就会变得很严重。要了解的是，我们跟这片土地关系里面，像这个红块、扁柏等等这一些土地的守护神，它真正的运作的内在的机制，它是跟你的生命的根源息息相关的。